24伏的低压小型瓷器灯，大家见过吗？这种灯具呢，适合在展柜里面、博物馆的展柜里面、各种珠宝首饰展柜里面进行使用，它的安装特别特别的方便。我们先安装好轨道之后，把这个灯具卡上去，轻轻一吸，就可以实现照明效果了。我们这款灯具有1.5瓦、2瓦以及3瓦，轨道分为圆轨和直轨。